三二一，火舞出来了。掀开红布，还搭配诡异配乐，这是三月中上映邪教恐怖国片《咒》的关键角色大黑佛母本尊首度公开亮相。这是因为片商预估电影上映两个礼拜，也就是一号就会卖破亿，成为今年首部破亿国片。导演跟演员坦言吓了一跳。哎呀，你要拍一个这样的电影，他们当时说那就希望不要有赔，然后到今天可以有这个福分，其实是。对，得来不易，很感谢。导演柯孟融也透露，未来有可能把电影改编成游戏，而票房若继续往上冲，林靖伦要脱吗？可我最近身材没有比较好，怎么办？没有关系吗？我觉得逸轩哥你现在应该比我厉害吧？我没有，我现在体重很高，我现在在练力量。你们都不脱，那我就脱了。你脱，我觉得阿元脱，阿元。而恐怖片正夯 Selina、 陈以文、吴以涵以及正在休养的纳豆主演的头七也公院线。我觉得现在就是他要专注在自己的复健啦，我也希望他赶快看到自己的这个作品，就是看看他自己演得有多精彩。另外大家关心的还有圈外男友参加黄子佼寿宴照片意外曝光， Selina 夸赞爱人这点蛮体贴的啦，然后对于我这个工作啊，然后还有现在，因为我自己会比较紧张，想到他是圈外人，就会怕他比较不适应。可是他好像就是蛮 ……Selina 说，男友也有包场支持头七，毕竟目标也是破亿，上映首日更当影城一日店长，期盼催出票房。TVBS 新闻林龙是廖广斌、徐云婷台北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，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